好，大家好，我是狗哥啊。这个塞尔达无双灾厄启示录在10月29日啊放出了少儿版，我们一起来玩一玩。看来这个剧情还稍微有点改写。好，林克又哑巴了啊！大家好，我不叫林克，我叫塞尔达。啊，这边我们玩呀，这感觉啊，我现在是用的这个手柄在玩哈，然后还是看到左下角是对话，右下角是地图，然后是 X 是强力攻 ，Y 是普通攻击啊 ，X 是强力攻击啊，可以多 X 以后一个 Y 啊，一个 X。两个 X 啊，两个 X 一个 Y 是滑，三个 X 啊，连招还挺多的。这边还可以捡一下东西，这边记我们看一下。好，太无双了啊！这个塞尔达无双不是第，我们要说一下，它不是第一次啊。塞尔达无双这是第二多了，手感的话。现在没有太大手感的感觉出来，手柄的震动也不是特别及时啊，就刚刚这个爆炸的时候是震动了，可能出正式版还要一定调整吧。像我这种平 A 是没有任何手感的，也就是说它连一点反馈也没有。在这里的话，我们往这红色地方跑，这边有敌人，设置目标，在连击后强力攻击后长按 X 啊。追加，好，我们试试啊，一下，两下，三下，哎，不打完了，注视强敌啊，好，还有一个锁定了，现在，我们可以回避啊，按 B 回避，按 B 回避，按这个 ZL 是防御。再有一个苹果啊，我们可以吃一下苹果啊，苹果回血，防御一下试试啊，能防御住。好，我们再按一个 A 放大，这个详情的话我们是士兵之剑，林克的血，我们不知道这些道具，这些道具的话是在塞尔达上面以前啊原版里面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不太清楚它现在道具有什么用。这箱子是自动打开了啊，详情他给我介绍了一下啊，这有个教程，在空中按 B 可以乘风飞行，连按 B 可以三段跳。在那跳啊，一二三，啊，不一直可以跳吗？哦，有骑士打倒了莫莉布林，看来现在我们还是一些小角色啊。这个老国王就没有看中我们。
这个据点我们看能过来吗？啊，把它给占领掉。好凶，我们可以锁定他，好像好想用火把他给烧掉啊。快在快被打中的按回避，然后按 Y 突刺啊，我们试试。啊，这个样子是突刺，好看中了，再来一次突刺啊。当他跳的时候我们直接猛击。这招式还是挺多的。箱子啊，这箱子的话不需要我们拿，它自己打开了自己就获得了。当它收件的时候就自己跑回来了，但是收件是一个自动的收件情况啊。这怎么还有哥布林呢？不是哥布林啊，史莱姆啊，说错了。在据点的话它会自动啊，还是有点吊人胆杠啊。好，我们注视他。好，突刺。好，猛击。啊，这样我们就把它占领掉了。看左上角那个 A 的话，我们已经满血了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吃个血的吧？我们按 B 啊，这样就回家血了。接下来我们去别的地方。这个宣传片里面我们看到了啊，这鹰怕有点萌啊。有可能这个是回到过去了啊，不像是咱们一开始以为的，他一直就是在过去啊，说不定还能改变未来呢，这会不会给第二部做一下引子呢？啊，这就不知道了啊。啊，放一个，我们放个大啊，啊加 Y 是遥控炸弹。
二代外是这个遥控炸弹，哦，挺帅的啊。二加一是制兵器啊，还要等时间啊，有 loading 啊，这样子就有滑翔伞了。到底还挺全的这。好，我们到这个据点了，我们把这个据点给它杀进去。丢丢丢啊，接清理掉。啊，还有些重新复活了。啊、哦，可以用制兵器把它撞一下。当它冲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制兵器直接给它打到头上啊，就把它干掉了。我们直接返回呀、啊，这么飞过去。火焰长袍魔法师。啊、哦，我们可以变更角色，啊、哦，这样就变成鹰派了。哎，鹰派，我们说一下这个，哎呦，哇，这鹰派有点帅呀、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介绍啊。普通攻击，强力攻击，对前方的敌人施加标记。遥控炸弹，冰柱出现。哇，帅是帅哈，就是打到已经眼花缭乱了，烂套了，闭着眼也可以打，反正是。哦，直接一个追击！天哪，我怎么觉得鹰派比林克厉害多了？哇，你看这一些，太帅了啊！这么多影分身，帅帅帅帅帅 ！L Y 火焰枪，哇，这就是火焰枪吗？发射，哇，帅帅帅，好，我们用这个鹰帕去打一个据点。什么在想，左上角有一个冒头了啊，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一会儿我们用鹰帕的大放一个看一看，从这儿跑到第三个据点，可以给鹰帕吃，就吃了一个火焰着火的苹果吗？啊，在这儿跑过来看一看，它变色龙是隐身的啊，在这儿不用管他们，进去放个大看一看，好，放个大啊。结印呢？好，出来了。
再打掉。这个鹰怕这个技能一多就有点卡啊。这是三个都有了以后放大会更好看吗？啊，还是说他那个时间就少了？好，设置了新的目的地，我们跑过去看一看啊，会不会再出现新英雄？加对同伴发出指令，我们看一下，什么指令？哦，到这儿啊，指示他。过来，那他就应该过来了，也只是他过来啊。林克应该就过去了啊。这边我们应该清理掉了啊，接下来往下面地方去走。这鹰帕的技能还是很帅的啊，我比较喜欢。你们这么多人再打一个吗？啊，制兵器啊。对水中的敌人可以使用一下制兵器。哎，我怎么没看见？这有个火焰魔法师，我们不用管他。啊，看到那个指示以后，林克已经跑过去了。我们也跑过来。哎，这有个对话吗？为什么这位啊？好吧，算是彩蛋了啊。我们赶快跑过来。哎，林克不是在这儿吗？啊，在那打那边呢，啊，我们不用管他。这个有点发呆啊，大家看见，林哥可能只是过来了一下，但是他啥也没干。啊，放个大。哇，这突袭甲，说白了就子弹时间。好，把它干掉这个。每次都炸药桶吗？不能换一个吗？哦，我们会回血啊。好，这样就把血回满了。帅帅帅帅帅！这个炸药桶我们打一下，会不会爆炸？啊，不能攻击了，现在。这是我们林克初次出场，啥也没有啊。嗯，基本上是这个样子。还有等级，有钱有等级升级，给装备13、17。啊，哦，一怕减了一个17的，
这么多奖励，过关奖励是给钱的吗？回血用的吗？不知道啊，我们看后面怎么说。謎の塔考えていても全く分かりそうにありません。なんです？あ、お待ちなさい。みんな見事な働きであった。よかった。あなたも無事だったのですね。はい、姫様。ちょうどプラからシーカーストーンを。おう。シーカーストーンに投影されたガーディアンのメッセージ。そこには、自分がゼルダを救うため、厄災のただ中から時間を遡ってきたのだと記されていた。まあ、果然穿时间线了。インパは、そのガーディアンと突如平原に出現した塔の調査を、古代遺物の研究者であるフルアとロベリーに依頼することを提案。ハイラル王は彼女の提案を聞き届けた。与研究者们一道对那来路不明的跨越时间的守护者进行调查。啊，这还写诗呢，多记啊！啊，好熟悉的界面是不是？林克啊，我不叫塞尔达，我叫林克啊。这鹰派有些帅气啊。给了很多标记，看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剑书吊饰，啊，做饭，协助。这古鲁西记忆是一些这些任务啊，我们先做一下个做饭啊，看着有意思的。这个音效也很熟悉吧？完成海拉鲁挑战后，对相应地区的贡献度会上升。通过与许多人的互相帮助，哎，这还有网络元素吗？难道？但是我们没有啊。看这个，单手剑。哦，普通攻击 YX 可以多了一个 Y 了。哦，我们先不做这个大任务啊，这大任务很明显就是再打一遍那个别的，我们做一下这些。英帕星星加一，哈哈哈。啊，英法的星星战役。我觉得英法还能再星星战啊，不能了，蜥蜴战是对吧？行，那我们大概就明白了整个游戏的大部分内容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在这一个主要任务里面去做一些追击，打人，收集材料，然后收集完材料以后到外面做这些小任务。这小任务只要点击对应的材料供给就行了，然后供给完了以后就可以得到对应的奖励，这些奖励给我们里边的角色会有一定的帮助。那我们再玩一个中烟之谷的剧情，在队伍中可以变更同伴的装备。好，我们变更一下。我们可以要这个17的，英帕用这个17的啊。除了装备还有啥呢？还有头盔啊，戴下头盔。英帕没有头盔啊，英帕只有是一个。这英帕是从塞尔达天空之剑那边就已经出来了。英帕的话也是大师之剑的守护者啊。这个游戏的话，很多人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比如说林克啊，料理啊，这有个料理啊。哦，这个料理还可以增加这个。おいしい。啊，他们一块这么吃啊？好，那我们出击。那我们再打一关啊。謎のガーディアンに興味を持ったゼルダは、インパ、そして護衛役としてリンクを連れ、フルアたちの待つ古代研究所へと向かうが。写在这里的内容一定会在今后的战斗派上用上，这是小贴片小贴士的小贴士是吗？王室古代研究所。林克的单手剑。起火，附近带火焰的攻击可以将周围点燃啊！这一看到就起火了，遥控炸弹。教学，强力攻击，这楼顶挺长的啊！这楼顶完了，我们赶紧进始まりませんね。そうですね、姫様。哇，这招这么帅！反击啊，对盘反击啊，自动学会了。好，我们把这个打掉。怎么打？这个打着打着会注射就放松了啊。猛击掉，掩护塞尔达。好，我们掩护他，跟着走啊。哦。RB 磁铁抓起哈，我们等时间到了试一下。
啊、哦，磁铁是这个样子。啊 ，X 静止器。啊、哦，不好意思啊，按错键了啊。这是我们尼克特有的。啊，把它给静止了。啊，这样可以把打飞吗？啊，的确打飞了。把清理掉啊。果然打敌人会有多种方式打的。这个钱到现在还没用上啊，我们不知道这个钱是要买道具吗？哎，还有环境破坏呢，厉害了，树给破坏了。我们换一个人玩啊。好，我们往前走。哇，有点帅。好，继续往这儿走。这怎么还没跑过来吗？这跑有点慢呢，公主。我能跟公主对话吗？不能跟她对话啊，她只有自己会说话才行。好，按住 B 的时候，啊、嗯，冲刺！哎，公主往哪跑？啊，不是，她往哪跑？哦，往 B 使用回复道具，发射。好，我们打他。哦，好，这就死了呀。我来打一下啊！哎呦，怎么摔了我一下？然后回个血。追击，哎，避免和守护者发生战斗。哦，我们不可能打啊。打一打，意思意思。再往这儿跑。
哦，林克在这打着呢。好，这招帅啊，这是炸弹。感觉能把他打死啊。怎么跑了？突击的，啊，公主跑过来了哈，我们没有打死她。好，只有魔法师能够打败魔法师，是不是？我们去启动它，好，我们来开启一下啊，中间的路就给大家切了。塞尔达也有加进来，好，我们现在可以操作塞尔达了，那用塞尔达试一试，看看啊怎么打，哦，全是道具啊，这么凶吗？完了，已经炸毁了。ZR 让攻击时设置普通强力道具反应，哇，这内容还挺复杂的呢。哦，先不管怎么样啊，啊，把道具放出来以后再按 ZR 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道具了。啊 ，OK， 我们过来。塞尔达跑起来不快啊，没有西卡跑起来快啊。啊，不是没有西卡，没有英帕跑起来快、啊。直接跑过来打打看啊，对金属武器的敌人使用 R 加 B 磁力抓取，好，这样就把磁力抓到了。西卡反应，然后再按 B。哦，这样把他打掉，明白了。好，继续往前跑。
我们不用管这个魔法师。当敌人旋转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他干掉的。拍照呢？啊，就拍个照就没了。好，我们可以上来了，应该。这里把这个启动掉。射程不够，什么意思啊？好，我们把它引过来。这边呢，角色。把这个改掉啊！把它清理掉。从这儿跑回来，把这个引导者给引过来。把直接把敌人清理掉啊！把他这儿了。这都快没血了，直接把，快跑！把他引过来吧，虽然也没血了。来来来来来。还有策略呢，哎，我们这一个第二关也玩完了啊。给了不少武器呢。これには古代エネルギーと
未知の技術が使われている。つまりこれはミーの知らない全く新しい方のガーディアンである。シーカーストーンを含めた古代遺物の力を増幅させる機能はその技術の一端に過ぎません。なるほど。だから私たちまでシーカーストーンの機能を。その上、この中にはウィーらが想像もしない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情報が眠っていたのです。このガーディアンに記録されていた写真をいくつか取り出してみたよ。お、これは。うん、まず間違いなく厄災復活直後のハイラル城と言っていいね。内部から情報を取り出したはいいものの、その大部分が破損しており、ですが今後解析を進めればまた何かわか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これが厄災が復活した後のハイラルの姿。こうなってしまったらもうハイラルを救うことなど、これまで考えてきた対策のみでは足りないのでしょうか。もしも厄災を封じる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いえ、絶対に防がなければ。厄災ガノンを封印するには大魔の剣とハイラルの姫が宿すという封印の力、そして各地で掘り出された四神獣の力が不可欠だった。だが大魔の剣の眠るコログの森は魔物の手に落ち、ハイラルの姫であるゼルダの力も未だ目覚める兆しがない。元凶を憂えたハイラル王は急ぎ四神獣の繰り手を揃えるべくゼルダを使者とし、先の活躍で彼女の騎士に抜擢したリンクと共に各部族から選び出した4人の候補者のもとへ向かわせるのだ。得体の知れぬ異物を連れ歩くつもりか。はい、ブルアやロベリーとも話してその方が良いと。今一度言うておく。夢夢、己が使命を忘れるでないぞ。良いな。自分の役割は分かっています。必ず果たします。哎呦，为什么米斯都要到这儿来呢？哇，这个试玩版内容挺多呀，就是都要过去玩一下吗？不能吧？你要我都过去玩了？这游戏玩成一大半了吗？啊，真的是可以都过去玩啊！看这样，这个
被夺得的土地。哎，这个试玩版内容还挺多呢。啊，不行了啊！啊，行行行，我们试玩版体验都几乎就到此为止了啊。那我是狗哥，哎，我们这一期也就玩到这儿了啊。我们以后再见，哎，拜。还有驿站呢。哦，我们终于知道这可以干嘛了啊，可以买了。这些就是对应的升级。啊，行，不说了，等正式版的时候我们再玩。好，那我们就玩到这儿了啊，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